距贵州省从江县南6公里，在月亮山路的茫茫林海中，我们来到了神秘的巴沙苗族部落。巴沙苗族被誉为阳光下最后一个枪手部落，从前是为了狩猎护寨，而现在在宾客上门时对天鸣放表示欢迎，逐渐成了当地人表达敬意的一种特殊仪式。或许我们巴沙人就对这个树很崇拜，这些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一棵生命树啊，出生以后又栽一棵树给小孩，不管是女是男都一样的。这棵树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生命树，当时在这棵树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栽的啊。这棵树叫木荷树，木荷树就一年四季不掉叶，它没有空心的啊，因为它比较长寿，以后你就长寿像树一样啊，人就养树，树养人。我们这个巴沙人剃头以后呢，就上面留这个发型，就代表一棵树，要它来保佑这个小孩的幸福啊，保佑我们的全家的身体健康。他们保留着自然的生活状态，保持着朴素善良的心，也保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。他们都是苗族音乐人，因为音乐走出大山，又因为音乐走回大山，来挖掘藏在深山里的音符。我来来哪些哇哇猪猪啊，买一下酒，买酒酒酒酒酒。我这个乐器叫猫簧，把这个鼓子放在里面，它会有一种节奏的声音。他们在生活中吸取灵感，从音乐创作、乐器制作中回到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这些乐器的制作也包含了许多的奇思妙想，运用这些奇思妙想，把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声音提炼了出来，又加入苗族的音乐元素编曲演奏，很了不起。非常和谐啊，就是普通的竹子，普通的竹子，普通的竹子，就是三度音，就是发、嗦、拉，哦，就三个音，有三个音，一个有一个音。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状态，一种回归的状态，是创作的回归，也是心境的回归吧。